会这我样，操！觉得有点规则，因为他们等下会收过来。而且他刚刚是连发哎、欸，完全不飘，超猛。你用散弹枪给他们吓一跳，这样。你放个肥的东西在那边呢、啊。mini 啊，你把 mini 放地板。要命！地板，然后拿散弹在箱子后面丢，放在门口。看，这看起来也知道是有了。这不会，这不会，这还好。没有啊，你好歹你也爬到箱子上面放嘛。没有，通常看到会先来，然后要捡的时候想说，哎，看不对啊，然后就被打死。是这样。只是他有可能从你后面过。他们会主动跑。不一定。来来来来，来前面前面，来来来，我要逼你啦！你他哥，你还在这阴我呢？你应该用散弹吧？他被骂，他被骂了。他说你是傻蛋。